我每次开场都会有这个。罗拉是我拉，我跟你讲，今天非常夸张，很久又没有到拍片，有请一个漂亮的女来宾了。他们的车子一下车，哇，今天有三个人哎，他们难得，因为他们想说今天有妹，所以他们全部都从公司来找你。这么夸张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真的是色到一个不行哎。今天呢，为什么我们来这个蔓越莓草原？嗯，哦，不是蔓越莓。草莓园，草莓，草莓要干嘛？要做一件救赎男生、挽回感情的一件事情。没错，没错，是不是？二月有情人节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有送你女朋友什么吗？没有，快分了，快分了，难怪他今天又来看妹。完了。二月十四号有人送你吗？也没有，那很糟糕哎。三月十四号是不是就是还有一次机会？得表现一下。三月十四不是女生送的？跟你屁事啊！只要是情人节，就是女生就是要拿到礼物。没错，每个月十四号都有不一样的情人节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五月二十，就是商人跟女人的一个节日。节日，懂了吗？不然你就要过清明节了。快要三月十四号，所以我们这支片会在之前就先上片，让他们有时间做个准备，让他们有做个准备。送什么很重要吗？我觉得是心意比较重要。我觉得送花已经 no， 花摆了就。没了，而且花也不能吃。那我们今天做别的，草莓可以做礼物，你们知道吗？很简单，真的，很简单。而且天天是那种我的女生朋友当中最会看小红书，最会研究，然后怎么拍照。IG 很多照片都是她帮我拍的，所以你们男生不但要学会用心，还要学会怎么拍照。我们边采草莓也可以顺便教大家几招，就是怎么样拍照。OK OK， 好，那就 Go。关我屁事啊！怎么会身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怕蜜蜂呢？我在这边，你在那边拍。你看这一颗，这颗可以吧？好看，好看，那种尖尖的包起来比较好看。要尖尖的，就这种啊，这种尖尖的包起来长得比较好看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区块很赞的，你可以带女生先来采草莓，然后再回去默默的做。哎，这根本就是一集工具书。你刚没有拍到它飞奔呢、欸。很多好的草莓都是藏在那个缝缝里面。对，要把它翻开来看一下。哦，好热哦！这两颗，这里有两颗。我看到一颗草莓，要很小心的对待它们，它们很脆弱的，所以才会有一种东西叫做草莓族嘛。哎，罗拉，你剪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剪掉，就是不要留这个底。哦，好。对对对，不然它再剪一次。他的意思是说这个，因为待会我们要包草莓，不要有这个。嗯哼，这个不错哦。你怎么跪着？主人，吃草莓吗？一拿草莓就放这，吃草莓吗？是吃哪个草莓？哪个草莓啊？其实我是太阳马戏团。你的膝盖都脏了，可以这样踩就好了。你要控制好方向。哎呦，怎么卡住了？鞋子卡住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一幕啊？哎，学生要不要买？学生。认真一点啊！你看后面都没有人，你看你这样偷懒。哎、欸，你去那边捡那两颗，摄影师视角。哎哎，很痛哎！搬草莓配音哈、啊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好痛！这是教学前，你就站在同一个位置，然后定那么久，然后你不按下去，好紧张啊！你还没讲，这是我男友会气死，跟你讲。俯拍，俯拍，俯拍，对，然后俯拍往下拍，温度过高，温度过高，大家也温度过高，俯拍要有一个草莓啊，前景会不会？嗯，哎呦，我拍的还挺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下雪了吗？哎呀，拍的挺好的。挺好的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长得好看，也是有，也是有点关系。老板，再换个人。我都乱乱吗？还好，不会。三。在笑什么？哦，他把那草莓放在奇怪的地方。这是一个男生的前景。前景。你看这一颗是什么？我真的是看不懂。我们两个自己拍吧。好，你先蹲吧。好，然后人物在下面两格，上面留白，好看哦。然后草莓要入镜，一二三，好看，再来，就是要使劲夸对方很好看，夸奖很重要、哦，因为模特就会觉得很有自信，然后会越摆越好看。一二三，再我拍个横的几张，不只要说，那旁边那撮头发掉下来了，一二三。我们
现在已经差不多采满满的了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回去制作我们的草莓花束。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好 ，Go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回到公司了。前面的男生会很紧张，怎么这么多东西？对，影片我们待会会上面上字幕截图，然后我们就照着字幕，然后去问那个店员怎么买。那你这个是也是小红书学的吗？对，小红书学。小红书真的，男生要下载小红书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了 ，Go。那我们第一步先把那个气球托给装进去。哎，要装蛮紧的，要插进去。左右这样推它，这样推进去比较好推，不能硬来。不能硬来。别人没有这意思，就教你一样。没有，就真的不要硬来，硬来会受伤。步骤太琐碎了，我们就快转一下吧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你不觉得快转这个魔法不错，蛮厉害。好，接下来要干嘛？接下来是这个包装纸，对，大小要怎么看？你大概草莓放上去，你要包哦，也要够大。对，但是你也不要太刚好，你可以留大一点，预留一点，因为这个也很便宜，所以就不用省。要做给女朋友干嘛省？草莓都花了快2000块。我们今天那个采草莓的步骤是好玩。如果你们真的要省时间，你们真的可以去一些日本的超市，他们都有卖那种日本的那种大草莓，不用剪的什么很。很标准，因为待会我们包起来的时候，它一样是被勾在一起的，每一个都是这样正方形。好，可以先剪一个一小块，然后去比一个大小，然后你才知道你其他张要多大。那你就拿一个草莓放到它的中间点，头还是尾？头下来，尖尖的，对。然后拿一个这个，可以用胶带，然后也可以用这个铁丝，这个。这边要叮咛大家一件事情，要包装的草莓不要过水洗，对对对，不然会烂掉。然后你就把它抓起来，然后拿一个这个放进去，手先这样大小，然后再放它上面。哦，这样，对，这样这样打结，绕一圈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难呢、欸。这样就好一个，随便绑就可以了。对，你就绑大概。它大概3-4圈就可以去。你干嘛那么惊讶？是这样绑吗？对啊，是啊。有点动作。有没有被草莓打过？重复这个动作。好的，我们刚才已经完成了大概30个吧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包完的话可以拿剪刀，然后这边这种角角的地方可以把它剪开，这样空气才可以流通。不会很丑吗？不会，它其实透明的，就看不太到。我刚刚这边剪的，而且还会有淡淡的草莓香味。对对，因为它还会把它闷坏掉。剪了2-3个吧，你就找个洞。找洞，你们应该是会吧。包了这种乱七八糟，应该就是刚刚那些工读生真的是以后不能再请了。好，下一个步骤是什么？雪梨纸，就是平常你买那些东西精品，它会包在里面，对，它很大张，它叫雪梨纸。对，我们要把它裁成像这么小张，因为包在草莓外面的。那这个的大小有分吗？弄成长方形的，刚刚是正方形，对，这样子折，它就会有这个角角，也是放在中间，它把它捏起来。就是因为它这个可以随意抓走，就是一个造型感。那这边就是面向你要送你的人，这其实也是要贴天分的。然后这边用胶带，要是我男朋友一个一个这样做，我会很感动。对，总比他去买花什么项链、戒指来的。那如果他去买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说是自己做的送你，我就会问他说，哎、欸，那怎么做？所以其实镜头前面的人，你们也可以跟他买，其实天天有在买，但是你影片要看完。你的女朋友问你说怎么做的时候，你会跟他讲，这个是雪梨纸，要剪长方形，这个是草莓，不能插得太粗鲁会痛。刚好这样讲讲一讲又心安时、然后。又送到插草莓花束，然后又有一个美好的 ending， 晚上又可以把草莓撕开，然后放在捏起来之后胶带，找那个这样贴。那真的是需要一个小帮手，就先帮我们把胶带全部贴满桌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工读生，快点啦！工读生真的要扣钱呢。你呀、啊，就是说你弄成这样子，你选一个你觉得好看的，那就不是这一个，这个，好，这在中间，拿下来抿一点，然后现在是用到一个叫旋转加花的方式，这边先放上来，下面这三个再抓住，这个杆子写的，然后就这样，就一直往左边摆，对，你就可以转它，是这样吗？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就，哎呀啊，我就不能全部就一直接。这样绑一起吗？也就是也是可以，然后这种方式的话是它下面会像这样子展开的，然后你剪的话它就可以立起来，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就是直接抱着给它。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用对还用错，刚刚是
看他手一吃。那个花束也没有说一定一束要几颗，你就看你觉得它的形状大小有没有圆。很好，你看你的也是展开的、啊，然后整一下它的高低。然后这个是束带，就是没有这个的话，也可以用胶带缠在这个握柄上面。然后顶，看它，哦，是声音会有快感。哦，我夹到了。你们要小心哦，下面太长了，我们要剪掉，大概就是一比一。对，要剪掉。他们不会有这种问题。你可以剪超过多一点点，还可以去修。中间的会比较短一点，旁边会比较长一点。我真的觉得做这个花很好玩。他就会站着，然后你主要是看其他点有没有稳住。开始上它的包装纸，一样，不是啊，哦，不是。这个一样是，他快受不了我，而且他脾气好。一样是斜斜，像刚刚包这个草莓一样，现在是大张的。现在把它包一整束，很难哦，我不能。对，就可以把它抓皱，握中间，然后开始拉、捏、拉。哦，有差哎。对，这样这个放前面，这个放后面。大拇哥压着它。老师，接下来是那个白色的，然后这个的大小可以多裁一点，因为我会把它做个造型对折。然后下面的话，因为你会把它抓皱，所以要预留一点。这叫什么纸？弹素纸。这其实很多凹法，你也可以直接整张放上去，你也可以再凹。怎么了吗？它那也可以，它那也可以做一个那种抓皱的效果。对啊。然后上。对啊。学过很多很多做法。笑什么笑？我有我的 style。也是可爱。不行吗？不太一样。第一张是最高的纸，都会慢慢往下走。接下来的纸就是左右两边都要对称，一左一右，比这个再低一点。最难的都不是包草莓跟什么，最难的是这个装纸。就是你要先一张张上。怎么他们一直在笑我？一层比一层低，对啊，一层比一层低。开始做越来越暴躁，怎么会？我没有耐心。应该是我看过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一束花。应该没看过吧？它的不是花，是草莓。然后这个下面多的，把它剪掉，转圈开始慢慢把它剪掉。这是不是太豪迈了一点？快剪了，快要包完了。对，然后负离子。把它放在外面，可以松一点。放那个灯串的话，它才会反光。哎呦，就这样。可能是会越包越好的。没有说你包的好，他说你会越包越好。我也没有说不好啊。你干嘛这样破坏我们的感觉？对呗。可以挑个那个缎带，你也可以挑那个小卡，正常的绑蝴蝶结就可以了。请允许我成为你四季的限定。我不要做了，就当你上去就好了。真的吗？最后加上这个灯，虾皮买一个大概二三十块就有的东西，放在这上面。往后面藏，完成。经过今天一番功夫，我们终于把草莓花束做好了。你们觉得哪一个做得好？他们刚才一直笑我做的也没有到多差，蛮好看的。然后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客制的话，就是颜色啊，乱花卡片，这样你们学会了吗？应该蛮简单的吧？看我做的这么好，应该是蛮简单的吧？不想要自己动手做，可以私讯他的 IG 或私讯我的 IG， 都可以跟我们订购，好吗？那我是觉得你们最好是自己亲手做，对，心意这样比较对。对啊，那还有什么要叮咛大家的吗？因为草莓比较脆弱，收到的话拍完照放个几天就赶快吃吧。哦，对，赶快吃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！记得怎么样？订阅、按赞。不是，记得好好对待女朋友。世界上好多女生不多了，真的不多了。今天这支影片其实就是要救赎大家，情人节快乐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IG， 追踪天天的 IG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你这样光流浪，你像鬼。好，这个蛮好看的。对呀，我们补个 B 罗，然后这个先拿走。为什么补 B 罗？我的花要拿走。来，送。